这个菜是上海青，也叫油菜。买来以后，把外边的叶都劈着吃了它，然后留下点根和芯儿，水培一下，然后就能再次吃到新鲜的油菜。很简单，加上一点水就可以了。三天以后，它就长成这么大了。这是水泡了五天以后的样子，就可以用来翘点青菜呀，还有给孩子做点菜泥呀，长得很旺盛。现在我就取两颗给宝宝做菜泥儿搁上，这样又没有污染，又很新鲜，随时都能吃到非常新鲜的绿叶菜。放到这个婴儿辅食料理机里头，这里头有胡萝卜、南瓜、青豆什么的，搁里头一块加工打成泥，给贝贝吃，很健康。